几周前的大雨让原本就还没修复的南投县东埔部落连外道路又开始坍方。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小朋友等一下。这群孩子是原声音乐学校合唱团的小朋友，今天晚上他们有个重要的表演，必须下山。走，快一点哦！等一下 ，OK OK， 快点快点！跑步。由于这里晚一点会开始施工，谢谢哦、无法通过，小心哦！哎，因此他们决定提早出发。远一点，可以了，我们慢慢走，差不多了。他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到嘉义市。离东埔部落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原声童声合唱团的成员来自信义乡十一个不同的部落，必须先将他们都接到之后才能够出发。他们边走边接，大概还要花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今年五月，世界博览会在上海盛大开幕，原声童声合唱团受邀在台湾馆开幕当天演唱。这个可爱纯真又带点陌生的合唱团马上就要一鸣惊人。能够参加世博的演出那实在不容易了，所以小朋友都很兴奋，那么呢也非常严谨。他们如天籁般纯净的嗓音立刻引起所有现场国内外媒体与民众的赞叹。来自台湾玉山的声音瞬间回荡在整个世界博览会场。成立才刚两年的时间，原声童声合唱团已经在一些国际表演上受到注意。在此之前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声。2005年的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去香港参加世界合唱童声合唱的演出，唱完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唱完，我在场所有几千人，大概两三千人的那种，全部起立给我们鼓掌，然后呢就让出一条道路让我们走。我们走过那他们人群的中间，每一个人都竖起大拇指，然后就问我们说哪里来的。将这群布农族孩子们带上世界舞台的主要推手正是他。一开始连五线谱都看不懂的团长马彼得，团长马彼得目前也是信义乡罗纳国小的校长，从事部落教育工作已经20多年。他深深感觉到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和价值体系不断在崩解，不断在复制贫穷，孩子们的未来没有机会。他一直苦思到底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呢？就是恰巧在我当校长的前一年，我协助一个老师带合唱团，然后参加比赛。那么小朋友在上台之前看到都市里面小朋友唱的声音跟他不一样的时候啊，就退缩了，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唱的不好，唱的错误。那这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当校长的时候
我在思考要怎么帮助小孩子建立信心，我就想到这个画面，我就想说，那我不妨从合唱这件事情去着手。西西来路。15年前的那次比赛，让马彼得下定决心改变。从此，他每到一所学校，就组一个合唱团，歌一直唱，梦也越做越大。他带着孩子们从新加坡、香港、曼谷到厦门，开始了他心中教育原住民蓝图的第一步。这是一条漫长艰辛的路，挫折与无力感从来没有少过。即使挫折不断，马彼得始终不放弃心里那个真正的大梦。很久了，你跟着没有？哎，1997年5月，在许多人的努力下，台湾原声音乐学校正式成立，以培养原住民孩子优质教育为主。其实我们原声的成立最主要有两个宗旨，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培养原住民未来的部落精英，所以我们招收一些家境比较贫穷但是他资质还算好的小朋友来这边上课。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顺便借着这个教育来培育我们的小孩子合唱的一个专长。那我一段是多少？这是个体制外的假日学校，没有校舍，一开始只能借用东埔国小的教室上课。不管是对孩子或是老师而言，一场理念与坚持的考验才正要开始。你看喽，到了礼拜天，他大部分的同学都在部落里面打球，在部落里面玩电动玩具，或者是在家里看电视。他一大早6:30就要出门，尤其是冬天，天还昏暗，又冷又湿，哦，那个煎熬非常大，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很多小朋友是中途放弃啊。像我们这个学期一开学是100个学生，我们现在只剩下92个，已经8个同学是放弃的。1、2、3，来。马彼得和大家的坚持没有白费。15年来，他所带领的原住民儿童合唱团数次登上国家音乐厅，受邀到世界童声合唱节表演，更拿下了2009年金曲奖评审团特别奖。从高雄市运到上海世博，都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机会从学习开始，改变从这里开始。比起出国表演，今天的演出虽然不是大场面，但马彼得一样很重视，因为要出国演出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才行。马彼得希望孩子们能理解感恩这件事。我们平常就有在教育小孩子一个观念，就是不管怎么样的大小演出，我们都希望他用最认真的态度去演唱。当我们站在台上唱歌，如果我们不认真，我们的不专注是对台下人的一个不尊重。给他们勇气，喜乐，喜乐，让我们喜乐平安歌唱，让我们喜乐平安歌唱。王爷，王爷，告诉你旁边的说要笑，来告诉他。来一首，我希望借着合唱所建立的一种品格或者一种行为态度，能够成为他平常生活的一个习惯。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声童声合唱团为我们所送的精彩演出。掌声鼓励。Bye-bye.
马彼得在上海世博会时告诉合唱团的孩子们说，当有人问你从哪里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转过头去看着对方，微笑地告诉他们，我们是从台湾南投县来的。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行销台湾，希望把原声成为一个世界性、世界水平的一个合唱团，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台湾的指标。就像我们如果想到说木十字，我们应就会知道它是法国的合唱团；我们如果讲到说维也纳儿童合唱团，我们就知道它是奥地利的合唱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有一天讲到原声童声合唱团，世界的人都知道那是台湾。马彼得相信，改变一个孩子的未来，就有可能改变一个部落的未来。部落改变了，这片土地就有可能变得更美好。一个好吃的面包能够带给人多大的幸福？每个顾客都迫不及待地想拿到这些刚出炉、热腾腾的面包。你大概会怀疑，这里的面包真的有这么好吃吗？如果你知道这里有一位师傅用他所有的热情与生命做出这些最幸福的面包，也许你也会想来这里排队。这个差不多了。他就是世界面包冠军师傅吴宝春。很替你高兴，谢谢谢谢，为我们台湾争光。之前啊，在做面包，的确就是说要传达一个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让客人吃到消费吃到那个幸福的感觉，是就是在一个面包的一个内涵啊。所谓的内涵就是食材跟我们的想法的一个结合，因为它是有画面的，它不是只是一个让我填饱肚子的一个东西而已，它是有画面，它是有感觉的，所以它是幸福。就好比荔枝面包好了，那一开始的话，他们会惊艳，就是说，这个味道是熟悉的，但是里面的内容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熟悉，但是又猜不出来？然后经过我解释之后，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荔枝。评审呢，就好像我的消费者一样，他就能感受我的用心以外，还有就是说，原来我要表达的是对这份土地的一份爱。那这一份爱呢，就是代表着一种幸福。Do you know your first name? Where you come from? 我来自台湾，我姓吴，叫吴宝春。那我从事烘焙业22年。2010年3月，吴宝春靠着熟练精准的技艺与无比的热情和坚持，在17个国家、24位的顶尖面包师傅中脱颖而出，一举在法国